今天我想借助古雅这个词来讨论一下南中绘画，讨论一下文人山水画的问题。古雅这个词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后世的文人画家不断模仿前辈画家的风格，并且把它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种趣味来看待，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古雅趣味。南中山水画中古雅趣味的源头就是从董源和巨然开始的。今天我们主要想讲一下宋末元初的两位崇尚复古、追求古雅趣味的画家，一位是钱选，另一位就是赵孟頫。啊，这两位画家都追求古风，啊，也就是追求唐和唐以前的绘画风格、手法和趣味。钱选在风格上追求一种简洁明快的手法，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皴法的运用，钱选都有这样一种表现。他刻意回避了宋代院体山水画的复杂的皴法，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唐以前的古风中去。在钱选的色彩山水画中，有一种非常单纯甚至是稚拙的感受，有一种儿童般的单纯和快乐。在色彩的用笔方法上，我们看它基本上就是平涂，啊，而不是那种宋代青绿山水画中出现的那种就是技法稍微有一点点复杂的啊，这种晕染啊、反复照染的这种方法。那么钱选的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反而让它的色彩山水画显得特别的晶莹剔透，特别的莹润，给人一种非常高雅的、非常平淡的啊，这样一种心理感受。刚才讲了一下钱选，我们再看一下赵孟頫。对于复古这个问题，赵孟頫呢有自己的理解，这主要是集中体现在他的一些色彩山水上，像《鹊华秋社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幅画明显是在仿效董源的啊《翰林重听图》，但是赵孟頫在追随董源的风格的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他的用色非常浅，非常的淡，一方面是把青绿山水的处理方法做了一个简化，同时呢也可以理解成他是把水墨山水加了一些颜色。我们知道一种现象，就是山水画如果有皴法的话，那是不适合用厚重的颜色加以覆盖的，这其实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难题。但是赵孟頫啊，他是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这个色和墨的关系融合得非常的好。在这幅《鹊华秋社图》上啊，在色和墨的关系上，他真正做到了色不爱墨，墨不爱色，反而是色和墨相映生辉，这是《鹊华秋社图》特别动人的地方。当然，这也是小青绿的画法，是赵伯驹、赵伯树的传统。他还有另外一种青绿山水画，就是用色比较重。那这种山水画呢，是回到了唐或者是唐以前的这个传统，至少他在理论上是这样表达的啊，也就是说是一种空沟无春的简洁的风格。赵孟頫倡导古风，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书法的趣味。他有一些自己的提法，比如说石如非白，木如皱，写竹还应八法通，也就是说用非白的笔法来画石头，用篆皱的笔法来画树干啊，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了。这个皱就是篆书的笔法，这种笔法特别适合表达于树干啊，那种紧密的坚凝的这种质感。树木的这个质感呢，通过这种劲挺的紧实的这种笔线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传达。而非白呢，这种笔法可以用来表现石头，这种自由挥扫的书写方法可以用来画石头，这也是赵孟頫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而且这种方法恰恰又可以表现出石头的这种坚硬的粗糙的感觉。我们看一看他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叫《锈石疏林图》，或者其他同一类枯木竹石题材的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的确它是非常好的体现了他所倡导的这种
书法上的趣味，无论是飞白的笔法还是篆篆的笔法，我们看对物象的这种自然形象的表现都非常的准确而又生动，这种自由的轻松挥洒的少的笔法画出来的石头和这种用坚实的篆篆的书法趣味来画出来的树干，这些都是赵孟頫在艺术创作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成就。赵孟頫在笔法上有一些重要的突破，所以他对后来的文人画家影响特别大。在用笔上，除了石如飞白、木如皱这样的一些理论和技巧之外，赵孟頫呢还有其他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鹊华秋色图》，特别是这个《水春图》，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在皴法上啊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么他的这个中锋用笔的方法，他的这个中锋皴线的方法，已经和董源、巨然拉开了一点距离。他的这个笔线墨色更少、更淡、更干枯一些，甚至有一些呢就是渴笔，这个渴就是干渴的渴，也就是说画面上用笔的这个水分很少，同时呢它的线条跳跃感很强，而这种感觉就对后来的王蒙的笔法影响很大。赵孟頫笔下的山水是一种平和的风格，不再像以前时代的那种雄伟的风格。他笔下的鹊华秋色图，我们看鹊山和华不柱山是山东济南郊外的两座山，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不至于像他画的那么小，所以我们说他的这个题材的处理方法就很有趣了。在他的这个画面上，鹊山和华不柱山有点像小小的盆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山水成了玩赏的对象，而不再是令人敬畏的大自然。这种作为玩赏的对象，这种山水可能更有利于释放画家的这个笔墨的这种趣味。后来很多的文人山水画家也都受到这一点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很多文人山水画家的笔下，他们的山水都像园林山水，甚至用一些我们用一些不太有敬意的话来讲，有点像盆景山水。晚期文人山水画家的发展和书斋文化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追求复古、追求古雅的趣味，这都是文人画家家父收藏的这个画家他们的一种共同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背后隐藏了一种趣味，就是我们在本节课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古雅的趣味，借助古代的艺术作品来揣摩、来想象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一些特殊的传统啊，这是推崇这一趣味的画家群体啊他们所共有的一个特色。具体来讲，也就是第一，强调对古代画作的经典画作的这种学习；第二，强调这个书法的趣味进入画面。好，谢谢大家。